大家好，坐在我们旁边的这位是咱们今天的语言老师石老师，她是一位来自贵州侗族的美丽姑娘。石老师你好。你来。这应该是一句问候语对吧？对。翻译成汉语的话应该怎么讲？你来就是你好的意思。你来。你来，你好。你来。你来。听说咱们侗族的酒和菜是非常的有特色，能不能在现场教我们一些饭桌上的常用语？行。当客人刚进门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“欢迎你，东娘娘亲嘛，欢迎您，见到您很高兴。”“欢迎你，东娘娘亲嘛，欢迎你，东娘娘亲嘛。”当请客人上桌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“老马有请。”捞麻，捞麻有请。当客人上桌之后，敬酒时要说：“摇敬牙一杯，我敬您一杯。”说干杯，摇敬牙一杯，说摇敬牙一杯，我敬您一杯。说干杯。那如果说我要称赞这个米酒非常好喝，应该怎么讲？口偶奶娘来记。这米酒真好喝，口偶奶娘来接，口偶奶娘来接，这米酒真好喝。那现在咱们的酒也喝完了，下面开始品尝菜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讲？当请客人吃菜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：“鸡妈，请品尝这道菜。”鸡妈，鸡妈，请品尝这道菜。当介绍完菜肴之后，我们会说：“小水鸡，请慢慢享用。”“小水鸡，小水鸡，请慢慢品尝。”那如果说我要赞美这道菜味道非常的鲜美，应该怎么说？羊妈奶牛公，这道菜真好吃。羊妈奶牛公，羊妈奶牛公，这道菜真好吃。饭吃完之后，我们常常会递上一杯茶，会说：“鸡杯血，请喝茶。”“鸡杯血，鸡杯血，请喝茶。”那茶余饭后，我们应该夸一下这位美丽的侗族姑娘。如果说夸赞别人非常的漂亮，应该怎么讲？例如：“来拱，好，很好。”“娘都央拱，非常漂亮。”“来拱，娘都央拱，娘都央拱，非常漂亮。”好了，到最重要的地方了。如果说别人帮助自己，我们要怎么感谢他，或者说谢谢，用侗族语言应该怎么讲？哎啦，谢谢。哎啦，哎啦，谢谢。哎啦，哎啦。当客人说谢谢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“北安雷驾，不客气。”北安雷驾，北安雷驾，不客气。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有很多的禁忌，如果说我们的去旅游的时候不小心犯了他们的禁忌之后，我们应该如何诚恳地去道歉呢？对拐兜，对不起。对拐兜，对拐兜，对不起。当客人要走的时候，送别客人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：“欢迎兄人幽麻 say bye， 欢迎下次再来，请您慢走。”“欢迎兄人幽麻 say bye， 欢迎兄人幽麻 say bye， 请您慢走，下次再来。”那到了现在也该说再见的时候了，那个说再见怎么讲？冷谁怒，再见。冷谁怒，冷谁怒，再见。如果客人还有其他要游玩的地方，送别客人时要说：“祝你欧坤都塞，祝您愉快。”“祝你欧坤都塞，祝你欧坤都塞，祝您愉快。”非常感谢方荣哈。那么再教我们最后一句：“贵阳欢迎你。”“贵阳欢迎你。”贵阳欢迎你，贵阳欢迎你，贵阳欢迎您，贵阳欢迎你，贵阳欢迎你。
感谢方荣的到来哈，教了我们这么多美丽的侗族语言。我也代表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对你说一句，鬼呀欢迎你啊。爱啦。谢谢。爱啦。大家好，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咱们本期的语言老师王老师，她是来自贵州苗族的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名字叫做王兰燕。兰燕你好。蒙语。这应该是一句苗语是吧？嗯，对。那翻译成汉语的话应该是？是你好的意思。你好的意思。蒙语。蒙语。蒙语。你好。嗯，好的。咱们都知道苗族的酒和菜是非常有特色的，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讲几句常用的语言？好，就比如说客人进到家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咋来啊，家门该去给叫你，意思就是说欢迎你，见到你我很高兴。咋来啊，家门该去给叫你，咋来啊，家门该去给叫你，欢迎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就请客人上桌，我们就会说答应，有请，答应，答应，有请，答应，答应。客人上桌之后，我们敬酒的时候就会说愿敬梦无酒，我敬你一杯酒。愿敬梦无酒，愿敬梦无酒，我敬你一杯。那如果说我要称赞这个酒非常的甜美，应该怎么说？好酒难喝个，就说这个酒非常好喝。好酒难喝个，好酒难喝个，这酒真好喝。咱现在酒喝完了，接下来就该上菜了。嗯，对，就请客人吃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蒙囊锅我囊里，请品尝这道菜。蒙囊锅我囊里，蒙囊锅我囊里，请品尝这道菜。说完之后我们就会说请慢慢享用。蒙叽叽囊，请慢慢享用。蒙叽叽囊，蒙叽叽囊，请慢慢享用。如果说我们称赞这个菜做得非常的好吃，应该怎么夸奖别人？来我能喝个，这道菜真好吃。来我能喝个，来我能喝个，这道菜真好吃。吃完饭之后，我们通常就会递上一杯茶，我们就会说喝欧江，请喝茶。喝欧江，喝欧江，请喝茶。咱们现在酒也喝了，饭也吃了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如果说要赞美漂亮的姑娘，应该怎么称呼？好月，很好，真不错。好月，好月，很好，真不错。好月，好月亮，非常漂亮。好月亮，好月亮，非常漂亮。好月亮，好月亮。那我们说通常感谢别人的话，用苗语是怎么来阐述的？多谢，谢谢。多谢，多谢，谢谢。当客人说谢谢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啊多谢，不客气。啊多谢，啊都谁，不客气。那少数民族都有很多的忌讳，如果说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不小心触犯了他们的底线，我们应该如何诚恳地向他们道歉呢？呀妞嘿，对不起。呀妞嘿，呀妞嘿，对不起。当客人要走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就会说蒙叽叽蒙，蒙蒙当当，请您慢走，欢迎再来。蒙叽叽蒙，蒙蒙当当，蒙叽叽蒙，蒙蒙当当，请您慢走，
欢迎再来。又到了说道别的时候了。再见呢。圆梦啊，圆梦啊，圆梦啊，再见。好，谢谢兰叶哈，再教我们最后一句，贵阳欢迎你。九三等梦哒，贵阳欢迎你。九三等梦哒，九三等梦哒，贵阳欢迎你。九三打梦哒，原谅九三等梦哒，我在贵阳欢迎你。感谢兰叶的到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也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给您说一句丢塞打蒙哒，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美丽的苗族语言，谢谢您。丢塞。大家好，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咱们本期的语言老师马老师。她是来自贵州布依族的一位美丽的姑娘玛丽。玛丽你好。蒙迪。这应该是布依语是吧？是的。那如果说翻译成汉语的话，应该是什么意思？蒙迪，你好。蒙迪，蒙迪，你好。蒙迪，蒙迪。我们都知道布依族的酒和菜是非常的有特色，那么能不能在现场教我们一些常用的饭桌上的语句？好的，客人刚进门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俺须蒙咱蒙六俺，欢迎你，见到你很高兴。俺须蒙咱蒙六俺，俺须蒙咱蒙六俺，欢迎你，见到你很高兴。请客人上桌的时候要说麻来囊有请，麻来囊，麻来囊有请。客人上桌之后，敬酒的时候要说古今梦先留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古今梦先留，古今梦先留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古今梦先留，古今梦先留，罗干杯，罗罗干杯。那如果说我们要称赞这酒非常甜美，应该是怎么说？老你玩假戏，这酒真好喝。老你玩假戏，老你玩假戏，老你玩假戏，这酒真好喝。那我们酒喝完了，是不是应该该上菜了？是的，请客人吃菜的时候要说来标根，请品尝这道菜。来标根，来标根，请品尝这道菜。介绍完菜肴之后要说请大家慢慢享用。中槟乱拉拉根，中槟乱拉拉根，中槟乱拉拉根，请大家慢慢享用。那如果说称赞这道菜非常好吃，应该是嘎标你玩假戏，这道菜真好吃。嘎标你玩假戏，嘎标你玩假戏，这道菜真好吃。饭吃完之后，我们常常递上一杯茶，会说跟下，请喝茶。跟下，跟下，请喝茶。那我们现在茶余饭饱之后，对别人说几句赞美的词的话。梨很好，真不错。梨，梨很好，真不错。梨，梨，小打蜡非常漂亮。小打蜡，小打蜡非常漂亮。那最重要的一句哈，感谢别人，谢谢呢。脚麻，谢谢。脚麻，脚麻，谢谢。当别人说谢谢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说米干赖，不客气。米干赖，米干赖，不客气。那少数民族呀，都有很多的禁忌，那么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小心触碰了他们的底线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诚恳地去解释呢？
对米瓜，对不起，对米瓜，对米瓜，对不起。当客人要走的时候，送别客人要说俺厦门导浪导马拉白路，欢迎再来，请您慢走。俺厦门导浪导马拉白路，俺厦门导浪导马拉白路，欢迎再来，请您慢走。那这时候又到了道别的时候了，那我们如果说再见呢？导浪然再见，导浪然，导浪然再见。好的，谢谢玛丽哈。我们再来最后一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句，贵阳欢迎你。贵阳安徐蒙，贵阳欢迎你，贵阳安徐蒙，贵阳安徐蒙，贵阳欢迎你。好的，非常感谢玛丽哈。今天在现场教了我们这么多美丽的布依族的语言，同时也代表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向你说一句贵阳安徐蒙，同时也欢迎你下次再来贵阳。就吧，谢谢。